Hello， 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去这医院，现在是早上7:49，然后今天的日期是8月6号。Cherry 就有那个要分娩的那个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过去医院。然后刚刚我已经通知了医生，医生有讲说，现在要去医院，然后是有可能是要今天就生了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的医院，然后现在是早上的做工时间，有点塞车，所以幸好医院不远。OK， 我们现在到了医院，小心小心。走。等一下我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拍到影片，但是我会尽量的记录，越多越好，越多画面越好。现在我们要先去找医生。OK， 现在我们要进去这个 delivery rooms。然后他叫 Cherry 坐轮椅， Cherry 很尴尬，他讲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没有到很痛，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去，然后看医生怎么样了。对，直接进去 check。我们进到来这边的厕所，然后那个护士给 Cherry 这个衣服，然后就叫 Cherry 要换衣，然后身上不会穿任何东西，只可以穿这件衣。OK， 现在 Cherry 要换衣了啦。所以要看 Cherry 换衣的影片吗？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OnlyFans， 记得去 subscribe 我们的 OnlyFans。脐带血是什么？我觉得这种东西蛮重要的，所以你们要一定要懂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他们要帮 Cherry 抽血 for 那个 cardiac cord 脐带血的，抽了这个血，然后等一下 baby 生出来的时候，还要在他的脐带上面抽。哦，原来这个机器哦，这个上面这一格是看 baby 的心跳的那个频率，然后下面这一格呢是看妈妈的那个痛感。所以刚刚他在帮他抽血的时候，你看他的痛感去到 maximum， 这一格去到 maximum， 有感觉啊？这个是看他的可能宫缩的那个痛感，所以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一直起伏很大的时候呢，就是还可以再等一等。然后这个刚刚是 Cherry 抽血的那个痛来了，因为那个针很粗。现在是早上8:37。是很突然啊，因为我们本来是12号要开刀嘛，那你知道他今天 ，OK，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嘞 ，Cherry 就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宫缩的感觉，然后他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嘞有轻微的血量，然后一直持续到早上6点多，然后他就叫我醒来，他就跟我讲这个情况，然后我就马上联络医生，然后我们就马上准备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医院，医生就刚刚就跟我们讲，刚刚7:30的时候跟我们讲，他已经不了手术室，我们8点开刀，哇，我们两个整个 what the fuck， 太突然了啊，还有半个小时而已，哇，可以吗？不用紧，我们每每进去，我们每每出来，然后下去手术室的。现在我们要去产房了。OK， 现在要进手术室了。那个护士叫我来换衣，
换那个金手术师而已，换了过后才可以进去。可是我现在我想要尽快换，因为 Jerry 还在手术室里面，我怕他一个人等一下他怕。可是我现在要等里面这个人出来，有点久。OK，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这个衣服换上去了。要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来这个手术室了，可是不是这边啊，这边是等待区啦。还有化好妆哦，还有化好妆来生孩子，自己也是要戴口罩啊，还洗白头，幸好我还可以洗。是哦，幸好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因为还可以很秋这样子嘛，因为那个阵痛不是很多，然后见红也不是很大量，所以我们看小红书就有讲，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准备，然后慢慢去医院。想要靠近 Cherry， 可是不大方便，他们都遗弃在旁边。OK。可以吗？痒。可以吗？很痒啊。痒痒的啊。一包吃完就不哭了，他觉得温暖吗？是喽，安全感。开吃啊，就觉得。Baby 出来了喽！哇，现在的心情真的是不能讲形容。原来真正感受到当爸爸的时候。真的是会有另一种层次的感觉，你们听到吗？米米在里面还在哭，声音很响亮。然后 Cherry 在缝回去他的伤口，然后护士他们就叫我先出来处理 baby 的一些手续这样子。然后 Cherry 等一下多半个小时这样，他们医生就会把他送上来了。所以现在我就在这边等，然后。真的是很谢谢 Cherry， 忍痛怀孕十个月，为我生下这个孩子，为我们的家庭添加一个成员。凯，我看到 baby 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想哭，是那种感动的哭，然后现在也是，哇，那种心情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老婆，我会用我所有的努力去保护你们，给你们一个很安乐的家。
很幸福的家庭。这是我，这个是我对着我70多万 subscriber 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承诺了。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现在护士他们全部不在啊，他们去楼下把 Cherry 接上来，因为他现在手术已经完成了，然后可能已经是缝好了，然后他们现在就要下去把 Cherry 接上来这边，然后等一下咧我们就可以一起看 baby 了啦。Yes， 他很好奇到处看 Audrey baby， Hello， 他眼球一直看东看西，很精灵啊。OK， 现在这个 collect 的人已经来 collect 了那个脐带血，全部在里面了。他现在要 double confirm 一下，全部东西是不是齐全？现在 Cherry 已经上回来了啦，然后 baby 也在旁边。Audrey baby，Audrey baby 呀、啊。OK， 现在我妈妈来看了，从巴生特地上来看她的孙呐、啊，哇、哦，金孙，嗯，刚喝奶哦哈，嗯，吹不响，吹响的，响的哟。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天是。Cherry 生了 baby 过后的第二天，昨天呢就是生了 baby， 然后我的妈妈、我的妹妹、我的外婆，他们都来看了 baby 啦。然后昨天晚上的画面没有什么记录到，因为昨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Cherry 就 check in 了他自己的一个病房，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昨天呢，我就在这个房间这边。也这样子睡了一晚，睡到我落枕，很难睡我那个椅子。然后今天是第二天，我觉得我会再持续的记录，因为今天呢，等一下 Cherry 的爸爸妈妈就会过来，他们特地从吉打开车过来，昨天凌晨就开车了，然后现在是早上的10点，他们先去 check in 酒店，然后他们等下就过来看他们的孙了啦。怎样啊，新手妈妈？OK， 昨天呢，我就是这个椅子，它其实是可以铺成，它可以凹成一张床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这边，就在这边这样子睡咯。我们应该会住院住一个2-3天，或者是3-4天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出院去月子中心。然后去到月子中心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的记录给你们看。接下来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的拍给你们看。全部拍 baby 给你们看，有的很多的。感觉他跟他踢不过。OK， 我现在就安排了那个月子中心那边送了这个月子的早餐、午餐、晚餐3餐都安排过来医院这边给 Cherry 吃，然后。现在 Cherry 的爸爸妈妈在里面，该你们去看他，他们在看 baby 啦。然后现在我就出来拿这个月子餐，所以我现在要进回去。还有，等一下咧，我就有安排了一束花给 Cherry， 因为他很喜欢花嘛。然后现在生了一个 baby， 他也很辛苦了啦。然后我就打算先送他一束花，然后之后咧再maybe 带他出国去玩，因为他一直很想要出国。然后之前是因为因为怀孕然后不能出国。所以现在我就先暂时送一束花，等下先开心一下先，然后其他的我们过后再安排了。对 ，OK， 谢谢你 ，Thank you。耶，送 Cherry 的花到了，哇哦！现在我要找笔，我要写在那个卡片写东西。OK， 我写完了这个卡片，老婆，谢谢你的付出，你真的辛苦了。未来的日子就让我好好照顾你和孩子。我爱你，老婆。From 老公 and Audrey baby， 我代替 Audrey baby 送了第一束花给他的妈妈，嘿嘿，我帮他做了这个主意。
哇，好高哎！我们老公嘞，老公送的。昨天就要送了，可是昨天安排不到。你读那个字。没有，你看就好，你看就好。没有，突然昨天要送，送不到，昨天不得空。OK，Cherry 的爸爸妈妈就回去了啦，然后现在，我在送他这个花朵也是，因为刚才嘞那个花哦，他收到的时候他很尴尬，他讲他排泄嘞，我在他家人面前送，我都没有排泄，你排泄我？我没有在我家人面前有这种紧张。是啊，所以我把这种习俗带进去你的家，要让一个家庭充满爱，这样才可以吗？尴尬啦。喜欢吗这个花？哇，你只要是我送的什么花都喜欢。你对我写的这张卡片有什么感想吗？真心话的嘞，你为我演戏啊，你为我写爽的。谢谢你的付出嘞。谢谢你的付出啦，你昨天很可怜嘞，很痛嘞。OK 啦，所以现在就再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刚刚已经看完 baby 了，所以等一下迟一点，有可能小明他们会过来也看看 baby， 可能而已啦，不确定啊。如果有的话，等一下就。拍他们一下啦，记录一下啦。这样子是正常。对对对对，不用担心。你放屁了吗？放了。这样好，慢慢来，是这样子的。Yo， What's up, man？ Cherry 家人。你要消毒的手来看，消毒的手啊 ，good。就是看到这个小便便 ，Oh my god，so cute。怎样那个 feeling？ 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哇，不要，不要，哈哈哈哈哈哈。好，来，Nina，快点，你来跟东东一起。OK， 今天是第二天的晚上哦，他们两个又来看 baby 哦。然后今天呢，他们硬要我 challenge 抱 baby。他已经出来两天多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亲手抱到他。Cherry 已经下午抱了一次，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画面啊，要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抱第一次哦。然后现在我要抱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OK 啊，因为这边有一个爸爸呢，哎，我会拍两位孩子的爸爸，他有经验的，所以他赶着我 ，OK。然后你抱他就放过来，直接抱。他是你孩子啊 ，Yes。你慢点走啊，抱，拿起来。有吗？亲吗？拿起来。哇，给你点，给他吃一下。哇 ，kiss 他 ，kiss 他。可以吗？成功了，早上啊各位，今天是我们在医院的第四天，然后呢，你看我现在提着什么，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今天就要接 baby 出门啊，不是接 baby 出门，是接 baby 去月子中心，所以现在我就要把这个推车推进去，然后把 baby 放在这一边，然后我们就要办一下出院的手续。结果刚刚护士跟我讲 ，baby 出院，他们是没有给他放在这个卡西的，现在我要拿回去放回车。OK， 我现在已经把全部东西都搬上车放了啦，然后现在呢，要等的就是他们医院的 finance 过来这一边，跟我们结账，然后结账了过后，护士就要帮 Cherry 换那个，换那个胶布。换一个新的脚步，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院了。没有换了脚步过后，我们要先去 baby 房那边，然后那个护士啊会给我们交代所有 baby 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推用轮椅推 Cherry 出去，然后我们就上车，然后我们就要去月子中心啦。所以等下到月子中心那边，再给你们看看月子中心的环境啦。然后因为我们的月子中心那边，我本来跟他们讲我们的预产期是5号的，然后那也知道 Audrey 他在6号就
要出来这个世界哦，所以呢，我们提早了大概九天这样子。所以月子中心那边呢，我们原本订的是他们的大房，但是那个大房的那位妈咪她还没有 check out， 所以我们要等到13号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住进去我们 book 的那个大房。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呢，就要先住总房，先住个4天。对，今天是9号，住4天，然后才能够换去大房。恭喜恭喜！我、哦，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啊！恭喜啊！大概是啊，前几天。恭喜恭喜！谢谢谢谢。OK， thank you。OK 啊 ，thank you， 拜拜 ，OK， 好，可以吗？慢点啊。耶、yeah, ，baby 回家啦。OK， 我们到月子中心啊，现在要接他们下车。Hello。等一下我拿，等一下我拿，可以可以，那我先拿。OK。